这是七肯特，就我旁边，就我旁边。拿一杯炸鸡鸡吧，刚好在附近这里。哇，哈哈，拽歪，拽瓜，拽瓜拽。Hello， 哇 ，beautiful，beautiful， 吃在吃东西。阿令。Beautiful, 我可以做这样 ，OK 啊。各位兄弟，下午好啊！今天准备去其他城市玩了，行李收拾好了，车票也买了。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前越南最出产最多美女的地方——耿特。距离胡志明好像有200多公里吧，大概5个小时啊。坐大巴车5个小时去到那里，昨天晚上订了车票，是下午1点的车票。我还是第一次去肯特那边很出名的，最出名就是美女多，主要也是想去看一下那边那条湄公河啊，听说很漂亮。这是白天的烦恼街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晚上游客多一点，白天啊没人了。哇靠，这个越南仔搞啥，这是从柬埔寨来的车吧，应该是柬埔寨来的车。这就是车站了、小车站。Hello， 老南老师啊，肯特拜拜。虽然我来了这么久越南，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去过肯特。肯特很出名的，盛产美女，胡志明很多美女啊都是从肯特出来。应该到了，这台车是接我们去坐肯特的接驳车吧，应该是啊，马上出发。这是去肯特，就我旁边，就我旁边。终于到了，坐大巴车这里。这车站还挺大的。看一下去第几站，没有。哇，这车站人是真的多、应该好多人回去过年了，准备。越南这边好像也是过春节的，他们应该是准备回去过年了，啊，全是人，大包小包的拿回家，也没地方坐，有没有？就这么讲喽，越南的车站就这么讲喽。哇，这是车站的内部啊。内部就这样，人山人海，他们全部回了家乡过年。他们这边没有高铁，还没有高铁，只能坐大巴车。和之前我们老家是一样的，我们老家差不多回去过年的时候啊，车站也是人山人海。啊，这地方有没有水卖啊？去买瓶水，没有看到有小卖部，有点奇怪。啊，没有看到有小卖部。啊，终于上车了，这车有点简陋，有点简陋。看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有点简陋。车票是16万。上次我在北方河内坐车去老街，也是这个公里数吧，30多万。这种大巴车睡着真的有点好不舒服啊！你睡脚要撑不起，脚啊放不了啊！我靠，我1.72米的身高啊，你这脚都要这样。办法，不信我冤枉他，
太短了，这个这个床位太短又窄，看到没有，很窄，哎，好不舒服啊！这个车坐着，还不如买那种不是卧铺的还好一点。其实坐五个小时也不是很久，比不上北方那些大车啊。虽然北方那边的车票比这边贵一倍，这边的贵了一倍，但是北方那边的大巴车座位啊，坐得非常舒服。一分钱。这应该是到了服务区。我要不，好，应该不用把鞋子带下去，鞋子就留在这里。下去抽根烟。这车太窄了，这地方太窄了。有鞋的，上车一定要脱鞋。啊，顶，这边的服务区倒是大，比北方那边的大得多。很多东西卖啊，越南这，胡志明南方这边啊，服务区很多东西卖。北方那边的服务区就比较简陋。不要。我听不懂，不喝茶的，我只喝咖啡。我来买杯柠檬水吧。Hello， 贾珍。贾珍。啊，贾珍。你好。你好，我贾珍，我贾达。贾达。OK， 贾达。我来等你们。等你，我去那边呐、啊，还要分开来买单的、啊。哦，还有收银台。贾达。泰米人应该是20,000泰米人。我不喝茶的，不好意思。I don't know。 哦，这样的。哦 ，Thank you。 哦，这样的。哦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Beautiful。Beautiful。Beautiful。我买杯水吧，我主要是想逗一下那个越南的。其实坐这种大巴车啊，特别你是在越南坐长途大巴车，千万要少喝水，知道吗？他每一次开啊，都开好几个小时。2019年有一次我去大乐玩，我从胡志明坐车，我就坐了一个小时之后啊，我就想尿尿了。我们五个朋友一起去。五个都是想尿尿的，但是一直忍，我以为很快就到了，最多忍一个小时就行了，谁他妈忍了差不多五个小时，我吓死我了。那一次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，坐越南的大巴车千万不能多喝水啊，多喝水那就是自己搞死自己。 OK， 我们到了，下车走人。这就是车站的门口啊，他们还在修路。之前呢、啊、就是这种路了，之前你如果来肯特去金欧啊，就是这种沥青路，很窄的，就单向车道。这里还是市中心，路会宽一点，所以你坐这种坐大巴车啊，去金欧去肯特啊，比现在要花多1.5倍到2倍的时间。啊，这两个越南人应该来接朋友啊，这两个越南人，越南的白领。啊，这越南妹坐摩托车真好看，身材真好。啊，越南妹，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了越南妹。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了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啊，都交通这么繁忙。他们这边应该是
公路比较少吧。你看，前戏还好，摩托车比较多一点。如果前戏这种小汽车，那肯定堵死了，动都动不了。现在是5:30左右，天色开始暗了。整条公路前戏摩托车，现在应该是他们下班的时候了。这是湄公河，下面是湄公河。感觉有点像海边一样，其实是河边。怎么我闻到有一股海水的味道？这栋楼，看环境挺漂亮。就这一家。哎呀，这墙台装修有点水啊，不知道里面房间好不好。很久的装修了，感觉有好几十年了。还好有这个东西啊，要不然跟他没办法沟通。When Mr. King 啊，我订的是大床。OK。哦，他们这边如果你在前台拿房啊，他这边的价格也挺贵的，看到没有，最便宜要85万越南盾，最贵的要135万越南盾，最贵那个135就等于400人民币了，最便宜这个250块人民币，在网上订就便宜70-80块吧。这种酒店这么烂，要这个价格，对得起这个价格吗？我看换了一个，哎呀，这渔船明天去看一下，看看明天能不能早起，如果明天能早起就去看一下。我靠，这家酒店是3星酒店啊，看到没有，1、2、3颗星的三星酒店，这个模样啊，我有点令我有点意外啊，三星级酒店这么差吗？我不知道在啊，悄悄看一下这个房间，唉，这个房间没有阳台，看一下这个衣柜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。看一下这个冰箱，三星级酒店的冰箱怎么样的？空荡荡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看一下这个厕所，厕所是这样的，唉，就这样啊，三星级酒店就这样，大概大概也就12平方左右吧，这房间就这样。这房间有窗户。现在是7:30了，出来吃个晚饭吧，看一下这家酒店的外观吧。这家酒店看起来还是挺大的，挺漂亮的，但里面装修太陈旧了，可能已经装修了10-20年吧，感觉就很普通，就像大陆那种汽车站旅馆一样。但是价格还是喜贵喜贵的，可能这种小城市吧，就这样，就这种条件吧。这应该是他们当地的夜市啊。哦，这越南的手工艺人，纯手工打造的，这应该是纯手工打造的。很多游客在观看。呵呵，哎呀，来到陌生的城市，逛一下周围，看一下有什么好买。
他们这里还是有一点游客的，看到也有挺多洋人来这里玩啊。这边也有挺多洋人来这里啊。这些洋人哦，这家店全是洋人在这里喝咖啡。这里应该是肯特最热闹的一条街了，应该是吧？我估算，看这个人流量就知道，这里面全是洋人。这家咖啡馆是咖啡馆还是小酒馆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没有吃过。冷凉凉的酒喝，凉我的玩意。这东西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哦，这是夜市街，好热闹啊，好热闹啊！这两个越南小伙，这是夜市街哦，全是卖吃的，小吃的。哇，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要排队啊！哦，糯米饭，这是卖糯米饭的。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？不排了，太多人了。人少的话，我尝试一下那个鸡杂还不错。这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这里也有，怎么那家店那么多人呢？这家店一个人都没有啊。糯米饭。Hello。Thank you。走进去看啊，有点没有什么胃口，好像没感觉，没什么胃口。竟然在这里被我找到香港点心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我拿点这个吃吧。一样拿一个。No， 我不喜欢吃那个。哎，我尝一下正不正宗。我这个广东人尝过就知道正不正宗。再拿杯这干这鸡吧，啊，拿一杯炸这鸡吧，刚好在附近这里。哇，哈哈，拽歪，拽瓜。好厉害。有点搞笑。哎呀，这怎么吸掉了 ？Hello， 不回应我。这是我第一个在越南打招呼的女孩，在耿克打招呼的女孩，竟然不回应我。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头，可能在这里一个妹仔都认识不到。这地方好多人在拍拖，我都不好意思走过来。说肯特很多美女啊，但是目前为止啊，我没有看到什么美女。肯特，他们是不是都去胡志明工作了？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漂亮的女孩。难道肯特就这样？这是最旺的地方，就这样了吗？不会吧。这就是最热闹的地方了。肯特好，感觉挺大的一个城市啊。应该还有一点东西玩吧。我再观察一下。我前面这栋应该是他们这里最高档的酒店了。
那里还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桥，我上去观察一下。挺多人在里面散步、哦。就这样的吗？就是一座普通的桥梁啊！哇，这个还是越南女孩子啊 ！Hello， 哦，how much？ 15元啊，15元应该是15000越南盾吧 ？OK， 我帮你买一个，因为你是越南，15元啊，真的是15000。刚才有一个越南大姐教我，我忘记了。啊，拜拜。哎 ，Hello，China， 淘宝，是在淘宝买的吗？这个 ，Yeah，China 的，应该是中国买的这个东西。拜拜，光顾一下越南妹妹啊，这么辛苦卖这个东西，哈哈，买过这个吃，这是小朋友吃的，这是小朋友吃的零食，虽然小时候吃过，但是几十年了，早就忘了这个味道，我起码有20年没吃过这个东西。很香，很甜，很香很甜。啊，他这个船不知道在哪里上，应该是在那里上船的，不知道价格贵不贵。哦，这里可以去到那边的，这里人挺多。哦，里面这里，哎，我还是忍不住进来这里。里面这里是一家餐厅来的，水上餐厅。再进去啊，就黑漆麻糊了，我就懒得进去了。进去可能也不太适合我，因为一个人啊进去也没用，对不对？进去也没有用啊，黑漆麻糊的。算了，我一个人就不要进去了，都是成双成对的进去。我靠，有应该是洋洋在里面唱的吻别。里面这个饭店很多洋洋在里面吃饭，我，哎，可惜我。和朋友来这里吃一个饭应该不错，这是水上饭店了，下面是一条河来的，在河上面这里河面吃饭，别有一番风味啊！还有这种茅草屋 ，Hello， 哇 ，beautiful， 吃在吃东西、啊，我用翻译机跟他说一下，好，挺好，很可爱哦。啊，还没20岁啦。哇，我看不出来哦，我以为他16岁。这都很小。哦。你20岁了吗？我以为你16岁。我可以和你做个朋友吗？ OK 啊。你有没有脸书？我们加个联系方式。啊，Facebook。
啊，微博 OK 吗？哎，加个联系方式。拽歪了，拽瓜。我加过的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加得上啊，好多时候都加不上。又加不上了，我零，应该是加不到。很难找啊，哎，这个脸书真是气死了。No， 没有找不到。真的找不到，大哥，真的找不到，我气死了。这妹子还要这么有耐心帮我找，我猜应该又找不到了。哎，杨妹，让我找我自己吧，没办法了。啊 ，yes。还好我打了一点中文 ，yes。我要改一下我的名字，以后叫越南人加我才行。Yeah, one, yes。加上了，加上了，他只是关注我，我加他好友。Yes， 加上好友了，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，我应该发个这个给他。Thank you， 加上好友。What's your name？Lin Lin Beautiful 我可以做这个 OK 啊你还读书吗 Yeah Yeah 明天有没有时间出来逛街No， 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，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。我很高兴认识你。这是咖啡店那边。你读。我们明天一起喝咖啡。No. 为什么？零咖啡。你没有时间吗？OK。Thank you 。他拒绝我了，就不要打搅人家了。我回去跟他聊一下，看看吧，还有什么情况发生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那我，别，好，你还不喝酒的，Facebook 你看 ，OK。
走，拜拜。好甜美啊，这女孩子、啊。终于加上了这个妹仔的，这是我在耿特第一个本地朋友啊，在耿特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这长得真的是不错哦，好漂亮。我刚刚以为她是16岁，原来她20岁了，还在读书。我看一下吧，能不能把她约出来一起喝个咖啡明天。毕竟是我来到耿特第一个朋友嘛，对不对？能不能真的做成朋友还不一定。虽然他是拒绝我了，可能因为他朋友在这里。我看一下他明天出不出来吧。如果约不出来啊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就言尽于此了。